产技术合作研发，以创新科技主导公司产业发展。公司引进意大利先进技术及生产设备，拥有专业的研发精英团队，并通过多年技术研发和运用，已成功制造出全自动人造石英石成型生产线。目前公司已成功申请包括耐污人造石英石制造方法的发明型专利、人造石英石表面结构的实用新型专利、新型人造石英石固化炉用导热板的实用型专利、打散装置及生产人造石的二次加料装置等在内的5个国家知识产权配料系统、搅拌及混料系统、自动布料系统、压机系统及固化系统组成。其中全自动和机械化的布料系统可有效保证设备长期连续工作的质量稳定供给，还可进行多色布料，为产品的多样化生产提供良好的工艺和设备平台。追求自身产品质量保障的同时，更注重协助客户提升产品及行业竞争力。企业基于人造石英石成型生产线机械制造的同时，将其与石英石产品生产结合并深度延伸，通过不断的生产、检测、整改、提升和完善，确保设备的稳定性，为客户提供更为稳定的设备及专业化的服务队伍。公司以低碳环保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使命，生产的新型环保人造石英石产品以91%以上无机材料石英砂和玻璃为主要原材料，配以树脂和助剂等有机材料，解决了天然石材加工高硬度、持久耐磨、染色、低吸水率等一系列优点，广泛运用于家装、橱柜台板、地板、星级宾馆及国内各省市重点房产工程项目。